盘点奥特曼最奇葩的六种变身方式。用奥特眼镜很常见，你见过用口红变身的吗？长按点赞三秒你就能看到了。一，用牙刷变身，觉得这一幕搞笑就扣憨憨。二，用面具变身，喜欢这种变身器扣2333。戒指变身，这样的魔戒大家喜欢吗？喜欢扣一，不喜欢扣二。四，用奥特眼镜变身，快试试你的眼镜能不能变身成功吧。五，用探测仪变身，觉得兄弟俩搞笑酷，哈哈。口红变身，你敢拿你妈妈的口红试试吗？你觉得这变身器像什么呢？评论区扣出来吧。